哎，你好，代驾。你老盯着我看干嘛？你看起来好小啊，你多大了？我不是很大，我03年的。零三出来干这个？哎，这我除了开车也不知道干什么呀，没办法。啊，现在年轻人都挺不容易。哎，生活嘛。你闻啥呢？你好香啊，你喷香水了？没呀，可能体香吧。口罩能摘下来看一下吗？啊？为什么摘口罩啊？为了保证我的人身安全，所以我得看一眼。啊，行吧。长得还挺帅，你一个月工资大概多少钱？哎，我说出来也丢脸，我一个月大概2000左右吧。你过来给我当助理，我一个月给你开2万。不是2万，你跟我开玩笑呢，姐。没有，公司最近缺人，正好你过来给我当私人助理，就平时帮我开开车什么的。真的？真的，先开车走吧。好嘞。等一下，嗯。你过来帮我把安全带系一下。好。哎。Hello，小姐姐，哦，不会，还记得我吗？不记得你谁呀、啊？这么快就把我忘了啊？没有印象。哎，我们昨天还见过呢，在哪儿见过呀？在我梦里啊。你好土啊！我没别的意思，开个玩笑。我就想问一下，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姐姐，有男朋友吗？没有，家里不让我谈恋爱。啊，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家里人不让他谈恋爱。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可给我妈打电话了呀！给你妈打电话干嘛呀？带你回家吃饭呀！你过来。啊？哎，你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你们这儿游戏教练啊，还有没有新人啊？其他我都点过了。新人啊，还真有一个。那您请稍等，我去给您叫过来。啊，行，你去吧。先生，啊？这是我们店的新人。你好，我叫依然。啊，好。先生，我跟您说点事儿。那个，我们店这个新人呢，他脾气特别倔，你千万不要激他。啊，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你玩的还不错呀，就是最后空大了，有点可惜，要不然我还真不一定能赢。练的差不多了吧？咱俩排位。那玩意儿吧，白刚空大有点可惜。没事儿，我也经常空大，打排位吧，反正你也 solo 不过我。你说什么？我也经常空大，咱们打打排位。下一局。反正 solo 也打不过我，那再玩一把呗。啊，好吧，你又输了。你看我就说你打不过我吧。不行，再来一局。主要跟你玩也没啥意思，而且一直赢也没啥奖励。你过来，啊？这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每输一局我就亲你一口，直到我赢为止。来，